对，让它转，就是这样，这样，这样，让它转。然后，会歪，会歪的话去调整一下。其实还好，这个。继续沟通。要剪在线外还是刚好剪在线外？哦，驴，这样很难嘞。屁呀、啊！那就大略剪一下。大略。然后跟那个馅饼一样。来，十三个你那样行吗？有光吗？有光，光不光？跟我来。我给你吃。不要钱，不要钱。哎，不是你吗？如果你重心太前面，就把它剪短一点。然后大家原则上是这样子，这样看就可以了。听懂吗？然后还有一个。拍一个左右边，你们拿的时候尽量不要去翅膀去把它折到 ，OK。然后刚刚是不是有点往这边飘？来，跟你组，往这边飘怎么办？把它折折高。是不是这边太多，对不对？所以我把这边平衡，我就拿它多一点嘛，两边力量就能够抵消掉。然后呢，再试一次，有没有？就比较稳定，看到吗？就是这样子。好了，那接下来。开始。